听不到什么？非常感谢各位嘉宾。那个等一下，只能安口一首哦。好，没有，因为我们安口完之后，我们要就是在前台那边可以开放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来跟我们三位歌手，还有我跟我们刘老师来当做代表，五位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个合影，留念一下。那今天竹乐团的岛屿歌声。演唱会非常感谢有各位嘉宾的莅临。在安可曲之前，我要先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名单。分别是担任我们录影的刘宏远先生、摄影的陈辉敏先生，还有我们辛苦的舞监大人是林博生先生，以及前台两位美丽的小姐，是一个叫叮当，另外一个叫小马。好，那。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国艺会、台北市文化局还有新北市文化局帮我们赞助我们今天这一场演出，让我们得以非常顺利的这个演奏。好，最后呢，我们再次热情掌声欢迎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这首《南屏晚风》。
听众，很多人来。谢谢八位小鲜肉，谢谢。好，然后带领小鲜肉的是我们的温胖胖老师，对啊，温志宏老师，不好意思。好，然后我们最搞笑的詹嘉颖老师，还有其实曾景月老师是我的岳母大人，谢谢我们曾景月老师，还有我们后面强大的乐队，我们的台湾竹乐团。满足小小的虚荣心，现场观众朋友大声的告诉我，今天岳母大人漂不漂亮？漂亮，谢谢好，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朋友的莅临。那等一下记得在我们前台，如果想要跟我们这些帅哥美女拍照啊，记得可以到前台去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演出到此告一段落，请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莅临。Thank you.